哥哥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咋的了，着急忙慌的？哎呦，不是咱的房子，你让我装修吗？我给装错了，我给咱邻居装上了呀。不是，你咋这么粗心大意呢？你跟人说了吗？那咋办啊？哎呦，还没有呢。还有就是，你不是让我给你准备的100万合同年会用吗？啊、我给填错了，我少写了一个零。哎呀。哎呀，不是那咋整啊？哎、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？指望你干啥，啥也干不成。还有呢。不还有啥呀？你还有啊？还有你书桌底下压的那1000块钱，我给偷着花了。那是我收藏好久的年号啊！哎呀，你别着急，哥，这3件事只有1件事是真的。我告诉你啊，除了那1000块钱我能接受，其他的我都接受不了。喵，你猜对了，哥，就是那1000块钱让我给花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就没病了，让你吓出病来了。你给我钱，我哪待着去？好嘞。哥哥，你回来了。你在门口等我干啥？你能不能别坑我了呀？哎呀，不坑你哥，咱今天吃啥好吃的去？我吃了，你自己整点去。那行吧，哥。哎，等会儿。嗯。还忘了找你呢，你是不是找咱妈要了10000块钱？啊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你这一天呀，你是真没有良心呀！不是我说你，啊，咱妈不就手艺嘚瑟，多给你转了个零吗？不，你这回给咱妈拉黑吗？咱妈平时多疼你，心里没数啊你。啊，咱妈找你，你咋说呢，哥？我也给拉黑了。哥哥，你回来了啊！你看今天我买的什么？不是家里趁空啊，你天天这么买买买的啊，都没钱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哥，你不能这样想。你看买了东西也是没钱，不买东西也是没钱，那你为什么不买呢？我们要买好的，买贵的，买自己喜欢的。啊、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上班也是没钱，不上班也是没钱，那我上啥班？明天不上。那你今天晚上别吃饭了。凭啥呀？那你吃了也会饿，不吃也会饿，你吃啥饭呀？不烦，你想想今天挺好的，你掉了，马上就掉。买的好，放心。爸，哎呦，爸，我太难了。我出来逛个街，竟然偶遇到我哥的车，跟我妈说去加班，竟然来了网吧。嗯，这谁？我哥来活了，家人们。哥，不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这个你别管，你不是加班去了吗？加的挺开心啊。哎呀，你让我去哪位了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找我的？哥，给我报销一下。凭啥呀？没钱。你确定哈？我确定以及肯定。好，录好了，我去给咱妈看一下。哎，嗯，多少钱呢？不多，3万4。买的啥呀？3万4。喏。嘿嘿嘿谢谢哥哥，你好好加班哈。嘴闭严实了啊。